有一个机会通来参加这个自制歌吼，做一下跩传统相识个，微信一心也欢喜个，哦，做了，规个人真轻松啊，哦，也感觉上年哦有一条从个路通等咱来行个吼，哦，安尼个，还有啥物着，啥物个需要讲个吧？啊，无我另外说一条呗。另外讲一条，咱们这个昆生思想歌吼，咱偷偷在推这个，在推这个搬这个米的时阵嘛，啊，迄米也重个，啊，偷偷在推就较无注意，有阵会去落掉嘛。落尾昆生思想说，咱在做这个爱心吼，就压碎哩个，哦，啊，最后迄阵阮在挂迄个地啊嘛，偷偷用刀啊在挂个，有阵去挂破嘛。经过这个昆生思想安尼说的哦，大家加也顺利个，做了就感觉加也轻松，加也快活个，哦，这个也是一个感想啦吼、哦。并不是说咱在做爱心的活动的干啦，就安尼平平平平的青菜做的嘛吼，也是着也顺利啊。